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啊，这是我们的卫冕的，你看这像一座山一样，好吧？啊，这个他做麻将直播节目，所以麻将打得好不好？哎，你看上一集就到打到我们的种子了，好，你们三位加油啊！啊，来开门，加油！十二，那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本趟的牌，来，一，马晶晶，陈勋的牌，先帝的牌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出菜喽。嗯。难大家都不难呢、啊。难。哎，不用打那么远，手长啊。白一板。白一板。发财。发。九饼。四饼，四饼吃一个，九万，很饿嘞。你怎么那么胖的，还吃？啊？懂？看看自己身材，吃不饱啦。嗯，它食量比较大。一个，一餐要三个便当。来，有吃三个便当。刚还没。提。那我通告费不能给你了，吃太多了。扣通告。七条，二条，没哈呢？没哈。嗯，七条。不是叫你大把八字带来？忘了带。上一集讲忘记。六条，碰一个。二万。三到大水了，胡了，哇！哎呦，三六来牌倒下来，这是庄家牌。好，东风三缺第二把，来晶晶，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庄家晶晶的牌，陈勋的牌。Sandy 的牌，本胖的牌，来出菜，好，可以出菜了。南风，发财，碰碰碰，拿进来，好，反正你上期没赢到奖金就算了，五桶，嗯，你没有拿进来的时候，我也不怪你了，一个，所以差一点，有拿到钱就要严格一点，对。九饼，红中，哇，二万，东，碰一个，哎呦，东风东一花发财哦，四台啦，各位，很凶哦，很凶哦，中，红中。难，四万，发财，没有完了，六头，哎呦，冲，好，冲，好，三条。九手，可以着八手，太多了。哦，愣，再一炮，再一炮，对，再一炮，三响，双响炮，一桶，难。
三条。三条。我中。突然套牌，反抗吓一跳。对，白皮。来。没有。喝完。二万，玉兰还有两张，七锁，七啊！什么？摸到了边招，来牌倒下来。我第六感很准，我觉得他会吃你。真的？在心里在想，真的啊。本探刚刚那个二八怎么样？好，没事。你说。本探刚刚那个八万靠近来的时候。靠近他怎样？他刚有个靠八万进来啊，他这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旁边是什么？六筒，六笔，六筒，他不要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先六？就是牌打得不好嘛。哦，嗯，要他现在就可以七四七。对啊，好，胡听二花白皮庄家四摸五台，好，东山轩第三把来，陈勋庄家。好，来。九字棋，看四下的牌。你看庄家陈勋的牌 ，Sandy 牌，本烫的牌，认真喽。晶晶的牌，加油，出菜喽。嗯。红中，你们三个有人牌在上面那张，你们三个有人要被淘汰了啊！啊，晶晶已经自摸了。好。本烫下多放一炮。好。碰一个。一万。碰一个，二筒，八条，吃，这个先拿回，左手下，左手下，四筒，嗯，中。说着说着变小声了，你们。四万。六万。吃。哇。七筒。中洞。七筒到了。那就先来放枪。笑声超大声。哎，这样六万吃了多美啊！听六九条啊。中洞。来，牌倒下来。对，我才刚拼而已，我丢。他先跑，你先打七饼没事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嗯，对不对？是。你看看，命运。而且你看，他不碰七万的话，他六万也吃下来，你也吃不到六万。对啊。你可能不会放炮。嗯。这牌就是命。没有，真的。是不是？是。啊，发啊白皮二花两台，哦，还有独定三台。好，东吴三圈最后一把，报告四家的积分。现在最高分是晶晶八千分，然后再陈勋的话是四千六 ，Sandy 的话是四千八，然后本趟要加油喽，两千六。好，所以来，你落后哇，落后四千六的差，刚好差两千。对，好，两千陈勋，好陈，你不要想自摸。你要糊他，你要知道多少台吗？不知道，要十五台。不要乱讲啊！好绝望啊！直接走了。没有啦，因为你要一加一扣啦，五台啦，五台就是五百嘛，加底五百一千嘛，那你两千嘛，你加一千，那扣一千，所以来回就两千。好，你要糊他五台，要不然就要自摸。好，来开门。开门。好，十三。好了，看四家的牌。先看三底的牌。本烫的牌，虽然倒不会倒。晶晶的牌，又叫衰了。陈勋的牌，刚刚有告到，上一集有。来出菜，加油加油。好，好 ，Sandy 出菜喽。东风，爆，二条，哎呦，住气。东风又有台哎。有。北风，这个虽然告不会倒。对。南风。鸡头，吃。
北，哎呦，吃进来，姐真的很用力，轻一点，因为他打两局都没有都忘了吃啊，太顺了，皮，开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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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拿先拿先拿，发财，你只能唬他，好，没有我没有唬字幕，哦，你也可以唬他，因为他四千八多一台。你要多两台，九北啊，多一台。好，你现在是二花东风白皮啊，三台。三台，好。三条，三条，碰。确定吗？碰一个，碰一个，碰一个。一饼。九万，六万，本场加油！好，二万。你开始做法，我觉得你做法蛮有用的。好，我要做法。你上一集不是有一招吗？有啊。嗯。六万。二头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这是什么？进来。嗯，北风背了。九万，在路上。六万，自摸。哇哦！还倒下来，拍倒下来，凑一次。你看，你一饼糊了，他糊了，但他不能糊，因为什么？白皮、二花、东风，凑凑四台，七百分，七百加底了一千二，哦，他加一千二，你扣一千二，他还差八百，因为他跟他差八百，所以他为什么讲糊他？因为一加一减，但那样他分数最高，嗯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你虽然你加了一千两百分，但是呢，你落后他两千。我知道。你要追他的两千。懂。但如果你糊他的，或者你糊他的，糊他的都可以。你们的分数都够。哦。懂吗？懂。很抱歉，居然我打的做大牌还。他都估的，他白皮一笔都估的。他一开始就下定要做大牌。对。好强哦！打得好。命的，没关系，没事。还可以逆转胜。好吧。所以呢，这一把呢，自摸是多少？一花四摸，然后庄家三台，啊，所以本趟的我们东风淘汰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